请各位在场的嘉宾、收纳朋友把双手借给我，给自己最热烈的掌声，谢谢。选手进入会场。首先进入会场的是桃园市肢体伤残协会协进会，来挥挥手，来到我们的贵宾收纳朋友。第二个进场的是中国民国轮椅体育运动舞蹈协会，来自北港的收纳好伙伴。紧接着进入会场的是运城快乐天使，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接下来是让轮椅舞蹈的收纳好伙伴，谢谢。接下来是吉田大舞团，欢迎你们。接下来是桃园热腾飞轮，欢迎你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所有的好朋友。现在要进入会场的是我们新北市乐活大学轮椅舞蹈班，也是我们新北市轮椅体育运动舞蹈协会所有的好伙伴进入会场。
功力。因此，很多的参赛团队啊，都很珍惜本次的演出。除此之外，我们永安福伦社还提供奖金给比赛团队，借此抛砖引玉。希望这样富有生命教育的活动，能够透过各式的媒体传播，让更多人看到。也希望政府能够更重视、更照顾我们的弱势团体。我们台湾的轮椅舞蹈在世界帕拉舞蹈的项目中成绩相当的亮眼。今天参赛的选手在国际上的表现也都有目共睹。我们的郭文生以及黄义荣选手在世界二级双轮椅舞蹈组去年的积分是世界排名第四，还有二级的我们轮椅拉丁选手张小慧以及郭文生，在世界排名高居第六，稍后他们都将上台表演。因此，这次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请大家期待一下下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38地区总监当选人 DG 康乐。33地区总监 AG Johnson。台北大安福伦社社长 T Joe， 我们的副社长 VP Allen， 台北成功福伦社社长 T Plasma， 我们的社友棒以及他的三位友人，台北远东福伦社社长 T Rich。台北木兰福伦社社长 T Judy， 台北亚东福伦社社长 T Charles， 台北宜东福伦社社长 T Mary， 台北旭东网路社副社长 T V Sarah， 以及我们的创社社长 T V Charles。花莲新和福伦社社长 P Kelly， 我们的社长当选 P Neil， 我们的秘书 S Chris， 社区主委 Sky， 我们的前社长 T V Freddy， 台北忠诚网络福伦社社长 P Alice。中和福伦社社长 P. Ben 绿，秘书 S. Power， 我们的社友 S. 以及我们的社友 Rich。 还有我们的亚东社秘书 P. P. Speaker。谢谢今天这么多的与会的贵宾。本次的全国公开赛刚好碰上了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因此在我们找寻场地的时候啊，是倍加的辛劳啊。那我们永安社的社长 Jason 在四处奔走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个场地，让活动可以顺利进行。现在请各位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永安社社长 B Jason 上台致辞。今天的主角就是今天参加的各位选手，还有我们3482地区啊总监当选人啊 DG Color， 还有 AG Johnson， 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社长啊 Main Table 的贵宾，还有我们辛苦的评审老师，还有我们各位社友、各位来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台北永安福伦社的现任社长。我们福伦的精神是以服务人群为宗旨，服务社会为己任。而我们台北永安福伦社就是秉着福伦服务的精神，希望借这次
全国轮椅舞蹈公开赛，让我们的身障朋友也能够跳出健康与自信。也希望举办我们这次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能够激励人心，带给社会更大的、更多的正能量。在此，我要先感谢我们的张巧慧老师，透过她的爱心筹备，我们永安福伦社才有机会主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给张巧慧老师一个鼓掌好吗？谢谢张巧慧老师。啊，同时在这边也要感谢我们远从花莲而来新和社的社友他的支持与赞助，谢谢。还有要感谢我们十个福伦友社出钱出力来共同协办这次活动，也非常谢谢十个社的社长及社友们，谢谢。最后更要感谢所有参与今天的比赛者、选手与贵宾，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投降。谢谢我们永安社社长 P. Johnson。接下来为各位邀请到我们的福伦贵宾，国际福伦348分区第三分区助理总监 A. G. Johnson。大家好，今天参与我们2020新北市社福杯轮椅体育运动舞蹈全国公开赛的各位选手们，以及 Ben Table 的各位福伦先进，以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还有媒体朋友，我们还有我们的评审老师、裁判老师，大家好。今天参与这个比赛，我相信各位都是最棒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可以集结在这边，我们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主办社永安福伦社精神社长，还有我们的 ACP Cup， 还有我们第三分区八个社，以及我们的友社综合福伦社，还有我们忠诚网络社，还有花莲新和社共同来协助赞助这次的比赛活动。在刚刚的初赛的过程中，我看到各位参赛的选手，你们的专注的眼神还有活力，这正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个正面的一个活力与阳光。我们今天不怕所谓的新冠状病毒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危害哈，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我们相信我们今天都会有最好的一个表现。那预祝我们今天的整个比赛过程大家都非常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的 AG Johnson。接下来为各位邀请我们的代理的社区副主委，也是我们永安社的 ACB Cut。我们社长还有我们 Main Table 的各位福伦先进，在场各位选手以及社友贵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哈，能够代表主办社台北永安福伦社的社区服务主委啊，因为他刚从日本回来哈，现在正在实施自我健康的管理哈，所以不便到现场啊，就由我来代理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欢迎跟感谢啊。当然其实如同刚刚大家所报告的内容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来势汹汹啊，其实身为一个主办社啊，心里面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啊。一方面希望能够把这个舞台能够继续的留住，再者也要考虑到所有与会者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健康的维护哈。其实我们今天
感谢永安福伦社的社友们哈，用最高的一个检测标准哈，来替全场的社友服务哈。那还有跟各比赛的选手们哈，务必就是希望能够维护一个健康啊，一个安全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场所。各位知道哈，其实我们福伦人哈，每一位都是充满的热情。透过今天的比赛以及所呈现到的哈，我们确定的相信，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够让他继续续办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哈，绝对是让人家感到可以接受，而且感到是正确的一个抉择哈。我想今年是我们福伦成立115周年哈，就在上个月的2月23号，好，那是我们福伦成立115周年，我们愿意以这样的一个丰硕的一个成果，以及对于社会上面所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成效，来作为福伦的最大的一个生日的贺礼。那我也希望能够在福伦的未来的100周年当中，能够与各位一起努力，希望能够加速看到这个社会的更加美好以及美满。最后，谢谢各位，不辞辛劳来到这边参加这场比赛。那也祝福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 ACB Cut。我想今天如果没有各福伦友社以及好朋友大力的支持，活动不会如此的顺利。我们特别准备了感谢状以及纪念品，要来对各位表达敬意。我们这边请友社的社长以及我们的好朋友上台接受我们的致敬。社的长官先做个报告，颁发感谢状是我们大会的最佳的诚意，所以我们到最后面，我们先来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各位听我令，立准，往前，直立的伙伴先等一下，我们请轮椅的伙伴先往前，好，向后转，哎，对，你看啊，来，直立的先伙伴了，来，我们再往后面一点点。我们要一张非常有意义的团体照。好，这张照片要放大，72寸，挂在客厅里面。来，我们最后一个，请能不能在这个我们红色桌子前面啊，先跟这位大哥一样。来，路易的伙伴啊，所有的啊，再往后面一点点，谢谢。再往后一点点啊，尽量靠近一点啊。谢谢。来。我们直立的伙伴，麻烦一下，非常抱歉，可能在两边的话，自行找位置，先行站好。哎，对，位置的话，你放心，我们这一次的摄影的老师技巧都相当好，我们会用一个超广角。小朋友可以坐着，小朋友坐着没有问题，小朋友可以坐着哈。对，哇，太棒了哈。来，小朋友，我们可以到前面来，先坐着。可以，来，我们先在他这边来，可以，我们先来到这边一下哈。但是要照到为原则哦。我们请福伦社的各级长官，不好意思，要劳驾一下，我们先请起立。哦，这样照相才会好看。我们请摄影师，来，摄影师请到前面来，没关系，找一个最好的镜头哦，好，让每个人。我看摄影在哪里哈？来，可以再靠近一点，可以再靠近一点点，没关系。靠近一点点，没关系哈。我们摄影师在哪里？要在哪边拍？这边拍吗 ？OK 啊。好，来，所有的好伙伴，要看到我为原则，要看到我为原则，一定要看到我，看到我才能够拍得进去。好。很棒啊！我们先拍一张正常的，记得要挺胸。对，这样拍起来才好看啊！好，来，要先挺胸哦。来，我很大声。
好来，一，我只要三，西瓜甜不甜？大家说甜就好了，西瓜甜不甜？摄影师如果好，跟我说一下，谢谢。好，可以哈，好来，再一张，再一张哈。我说如意狂飙，每个人大声说赞，来练习一次，如意。我说湖人社啊，统称了好不好？说湖人社，每个人比爱心说爱你哦，而且要这么亲切哦，啊，爱你哦，练习字，湖大脸啊，那么好挤。我说湖人社，你才说爱你哦，湖人社，哎，他捅歪一边，好，一边啊，不要打到脸啊，再一次，再一次来。可以吗？可以啊，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听口令，站起来唱三首歌，请起立。好，来，当我们同在一起，好，要唱，当我们同在一起，马上进行运动员的退场，最小声的唱三首歌，打我一杯，来，打我。现在我们马上要请三立的记者也在现场啊，要先做联网吗？先做联网是不是？好，请动态的记者麻烦一下，我们先做联网啊，联网完了以后，我们再来颁发感谢状。